是何三兄？本雄杀机，小人闻了。夜车小王逼川莲花，两人饮酒一谈。想要的贵客终于来了，这次一并清算。贵客临门，请进。五杨都宝，九苏一，又是咱两个弟兄，真是个缘。不惜百万刀锋贵，一来不顾共三河，无敌金刀，一门西龙。清文兄，剑指江湖杀，秀傲必胜魂，洪水应天枪。西湖三兄，心修不稳，精心修炼，谁不容易？我。东都有都，红衣木妖，谁胜？天师吴师傅龙虎青木青葱小青风回增龙虎一波天豪在之空，剑舞一回相当。啊！今日不错，你究竟的相信，何不择机推出？真困难吗？方为论功清楚，烦恼。好。杨林进于十几分，十几分哦。龙虎浑身挥舞，一刻的七心蹲。文兄，提出最高一招就好。龙威，骨神之力，最高一招，两人十步之差，终是生死之关。威龙，炎如斩。龙虎，龙虎的。江天当力，万力重穷敌力，我前行开动。东方不败的敌人，这里在用众人代笔欣赏。七虎山十里之王，也千晓翁受过敌人搏杀，横跨在海关之滨。苏弟兄，莲花，苏弟究竟是何方？所以萧山有一段机理。上邪鬼道，我催动魅力，控。
丁火，侬一不肯，这丁火不可能离开西火山伤口，况且，连同倚天教，一定令众人吹出。天教，倚天教，倚天教无任何回应。这到底发生何事？为何如此？莲花，云青，我必须除掉你。红叶之上。被气境冲刷的皮索印，受困在平日的土山之下。呼，不能清山，因两个为什么爱见大胆，害我飞到这么远？什么叮当，真重要。就在此时。一道凶风透出，随即一阵硬响而起，出现眼前的人正是。太好了，是谁救我？哈，是你神好。你受罪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满灯刷盖之下，我分享雄狮叮当，受困极阳之下，说不定还击如意。啊，是我分享，既然宣布会干枯。